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提拉仪器，就是 Facepalm 的这款微电流的那个提拉仪器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真的是效果超强。我也跟你们说过，我就是手头上仪器并不多嘛，但是呢，至少我 Rifa 用过，Nuva 用过，然后什么 FaceU 我们用过。但是昨天我三个朋友过来，他们都是用过提拉仪器的人，而且是做过面部提升，什么超声刀这种，对吧？然后我自己是做过热拉提的，这款真的是效果一点都不比他们差。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疯狂种草，你知道吗？昨天三个妹子我全都给他们用了一遍，他们全部都要买，真是太搞笑了。我等一下贴照片给你们看，虽然丑了点啊，但是效果真的很明显。我要帮他们眼睛都马晒克掉，毕竟也是有脸的人物，是不是？主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款呢是 EMS 微电流的，它跟普通的微电流不一样啊。不过有一款他们说的，说是有六个档好像，然后用的时候呢，脸也是这种抽搐的，跟这个一样。但是效果，他说这个两档等于他们的五档，然后这个三档比那个六档还要厉害，电流还要足的那一种，就一致认为这款很好用。我可能一个人说它好用，说服力没有那么高哈。但是我朋友过来，每个人试的效果都很强哎，而且他们都说比手上的那个仪器都要好用。所以我在想，本来我这样试用视频是不准备拍片头的，但昨天晚上给他们用了之后吧，我决定今天再给他们拍个片头，是真的很好用啊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机身，机身呢，它头是24K 黄金的，好像有提升过吧？以前是那个白色版本的，虽然我那时候并不怎么关注这种仪器啊。为什么很多仪器都要用黄金？就是因为黄金是养皮肤的，就是对皮肤会很好。所以那时候耳朵发炎啊，或者是脖子对什么铂金什么过敏的话，一般妈妈他们都会给你们带黄金什么的嘛，就是因为黄金是养皮肤的。当然，如果对黄金过敏的那也就算了啊，这种几率比较小。然后这款呢，电流在市面上面呢是非常大的一款，它是 EMS 微电流的，直击你的肌肉层，你知道吗？这点是跟其他的仪器不一样的。EMS 微电流它在以前的时候，在美国主要用于运动员呐、或者是军人，这些就是受伤之后躺在病床上就不能动嘛，但是他们的肌肉是不能萎缩掉的，所以他们就是用 EMS 微电流会定期的给身上的肌肉做一个运动，让你的肌肉不要萎缩。然后它这个电流呢，也就是这种原理，它的原理就是主要是提升你的肌肉，你知道吧？我自己还觉得，我以为是我的错觉，他们三个都试了之后才发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当你刚刚电完的时候效果没有那么明显，你会看到效果但是没有那么明显，你过一会儿之后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明显，就是你的肌肉一直在收缩，你知道吧？嘴会越来越歪越来越歪越来越歪，因为他们的脸会比我肉一点，所以看上去效果更加明显。你看我最近的脸是不是提升效果也比以前好很多啊？我是这么觉得了。我前段时间过敏了之后，我就很长时间没有用它，懒得去用这种东西，想好好恢复一下自己皮肤嘛。但是这款仪器是属于那种可以坚持使用的那种，不是说什么像 Nuva 的那种，我会用到一半我就用了一两次我就扔在那边没办法坚持的。因为它一个是它是充电的，充电了之后我用了好几次，大概最起码十几次，我一次电都没有充过。还有就是它机身很轻巧，就非常轻，你自己滑的时候你不会感觉重，手也不会酸，所以这点就很好。还有一个就是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你就自己很想坚持用，你知道吗？它还不用凝胶，我就说过我就想要一款不用凝胶的仪器，对吧？它就不用凝胶，它只要你自己的原液，或者是最最好的情况下是用面膜，因为它会促进你精华液的吸收嘛，你很快就会吸收完了。用面膜是最好的，很省精华，像我润百颜的精华就一直用很快那种，就会有点心疼哈。但面膜你就不会，你正好贴在面膜的时候自己刮两下，效果巨好，很容易坚持的一款。总体来说，我感觉它没有什么太大缺点，除了它的疼痛值可能有些人受不了之外啊，我是受得了的，我朋友受得了，但是第一次用的时候会挨哇两下，可是看到效果之后觉得是值得的。三档的话，我跟他们一致认为就是有一点痛了，因为我之前不是也用三档嘛，我说可以接受，但是确实是忍着的，是有点忍着痛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是你长期用一段时间的话，你就会很习惯三档，就老司机嘛，就比较容易习惯三档。它每一档的效果区别都会很大，一档是没什么太大效果的，因为它是用眼周的，二档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。三档的话效果更明显，直接嘴巴整个脸歪掉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到时候我贴我朋友照片给你看，因为有一个朋友是用三档的，这效果特别明显。然后今天的话呢，主要也给你们再试一下这款仪器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用了，它维持的时间是72小时，主要是让你每天坚持去使用的一个产品。这是润百颜的紧致精华，然后你涂的时候就稍微抹上去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再加速它吸收，因为本来这个精华就很好吸收。然后这个仪器呢也是那种促进你吸收的款，我就调二档就可以了，看到没？我的嘴是歪的。一开始用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就是个智障，但是坚持坚持就好了，感觉很习惯了，不觉得自己太智障。它这根提升，这根下颚线超明显，这款真的是超级推荐了。然后跟你们说一下，像 Rifa 这种呢是有用的，确实它的方便之处就是它连精华液都不用涂，你就自己滚嘛，就还可以夹掉一点你的那个咬肌啊什么的，还有弧度什么提升的，就每天用用蛮好的，就属于你躺在床上看看剧啊，或者是无时无刻的可以去用一下。这款呢就是在你敷面膜啊，或者是想第二天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想急速提升，这款就很好，就等于我觉得是两款可以共同用的那种。它的电流就是很小的，就是你感受不到的那种，是自身的电流，它反正就是一个自身电流，不像这个电流呢，它是听说是唯一一款可以直击肌肉层的电流。然后我朋友不是做过超声刀的嘛，他说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嘴巴歪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之前去做热拉提，我做的有一款那个，他有换过仪器嘛，有一个仪器也就是这样子让你嘴会变歪掉的，然后之后就提升效果超明显。哎，但这东西性价比超高的，你每天都可以用，只要这个仪器不坏，你一直天天都可以用它的。如果你想要去做热拉提或者是想做超声刀什么的，你真的先试试这个东西，很好用，就很管用的那种。因为他当时品牌方跟我讲是每个部位用3次嘛，但其实是应该每个部位用3分钟效果才会很明显，就你们第一次试的时候也就每个部位用3分钟就好了，它3分钟之后自己会跳掉的。润百颜这精华吸收太快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吸收完了，然后3分钟到了，你看一下我的嘴角是歪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吗？我这是两档了，三档的那次我敷着面膜，我自己剪视频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的嘴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
我嘴是这样子歪的巨明显。但这个你看二档效果就很明显了，你看啊，嘴是歪的，这跟提拉线也很明显，这样子看是最明显的，这里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挂下来的，这里一定要这样才是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它会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明显，就很搞笑。然后我准备再去做这种提拉，我就等一下就敷块面膜，就这样做提拉。你的苹果肌，其实很多人像我也有法令纹，对吧？还有泪沟这种东西。介绍就是说，我们有法令纹，还有泪沟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苹果肌在下垂，因为地心引力嘛，再加上年龄大了，当垂下来的时候，泪沟就深了，法令纹也出来了。当你面部做提升的时候啊，你就这样子上去的时候，你看吗？我们的法令纹是没有的，我们的泪沟也会减轻，看到没？就这样。哎，真的，这点我真的没注意，原来是苹果肌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它的理念，一个是下颚线，它这条会做的非常明显，还有就像我这种啊，肉会这里有一块凹洞，就是因为我这块脸会挂下来嘛，我这里会有凹洞，然后你就一直做提拉的话，你这块凹洞会变少。我之前就是填过玻尿酸，但脸会变巨大。你们就说我上镜之后胖了这么多，后来我就去融掉了嘛。但现在的话，我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提拉之后，因为是自己的东西，它只是转移了一点位置，做了一个提升，所以你不会觉得我胖了，反而会觉得我脸型变好看了，就这原理啊。你看是不是？过一会儿更明显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昨天我朋友提醒我的呢。然后我朋友回到家之后，他说妈呀，我脸小了一圈，然后说今天过来还要用我这个仪器，超好笑啊。继续啊，就是每天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一直这样子刮三分钟啊，就每天这么刮的话，你的苹果肌会慢慢上移，上移了之后呢，我们法令纹会变轻，泪沟也会变少，这点就是我要坚持做一下，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过敏耽误掉了，现在我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要用它，所以我这款就很推荐那种做热拉提或者是超声刀，因为这种价格真的会比较贵一点，我就蛮推荐你真的试试这一款的，价格也不会很贵，或者你们去上海的 K11 去试一下，因为他们那边有专卖店的，你可以去当场体验一下效果。我做过热拉提之后，我觉得那价格贵，还不如买一台仪器，这样自己天天坚持。敷面膜的时候就有用啊，女孩子敷面膜多勤快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每天这样用一下就好了。我要拿这个背景给你们看，我刚下去想敷个面膜的。这好明显啊，在镜子里看到没，这嘴歪的，妈哎，它真的是越来越明显那种，哎，就很奇怪，你要用好过一会儿完蛋了，我这边再不用的话等一下拍视频肯定是两边脸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超明显的，我前面哪里这样，要不是因为仪器卖起来售后比较麻烦，我这款绝对会卖，我跟你讲真的效果太明显了，我的天哪，就没什么缺点啊，太喜欢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还有一点我忘记说了，就它这个仪器很能促进那个面膜的吸收啊。我今天是没有垫额头和下巴这边，对吧？所以这两边呢，还是相对于敷完面膜还是有点干的。这脸两边就好滑好嫩，就是完全面膜是吸收进去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款仪器还能促进面膜的吸收，这一点我也很推荐。好了，这下真走了，拜拜。今天是第一天使用这款 FacePump 的面部仪，然后要消法令纹、抬头纹，还有提升一个面部线条。它一定要配合这种精华液来用的。我用的是润百颜的，抹什么地方涂什么地方。我先把它开在两档好了，它闪红光了，你们看到没？哇，好，你看到我的嘴没？哇，这电量好明显，我天，好麻呀，害怕。同一个地方只能做三下，然后是向上提拉，我有点疼哎，我天哪，你们第一次做最好要一档。我这张脸像弱智一样。哦，精华液干了一点，它的电流就没那么明显了。妈呀，好吓人啊，我现在很慌张。然后它已经干了，我得再用一点，我要用哪里来着？哦，我要消我的法令纹，就还是要涂这一块。哎呦呦，这个好费精华液，有点舍不得的。哦，它三分钟了，自动停止了。现在来按摩法令纹啊，它一定要是90度垂直肌肤的，感觉这精华不太够用啊。鱼尾纹就这一块，我鱼尾纹也很严重，最好我觉得是敷了面膜用，哎，这样会比较省。我调到一档，哎呦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哦，一档眼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一档就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就微微的电流，就微微的电流，是我错觉吗？我感觉我怎么这半边脸已经飞了。然后它让眼周和额头使用一档，接下来来我的抬头纹，我感觉我的抬头纹有救了，哎呦，好爽啊，感觉会麻到这的那种。接下来就是 V 脸的地方，我要弄两档，两档就很明显那种感觉。哎呦，我嘴唇都是麻的，哎，看，这是我不自觉的在抽动，刚刚那些看到没？好像智障。好丑啊！先来做这边侧面的线条，然后通过淋巴排出去。我就像个白痴，这不是我自己要做的表情，他都是自己做的。你们看我正面，我下面部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提升效果啊？我自己因为近视眼我也看不见呀，半边脸有没有提上去啊？就是很明显的，这块比这块要提拉，你看这块要这样子才跟这边一样，对吧？但现在这块是这样子的。我这边这块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这边的脸本来就比这边要耷拉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试这边，如果这边可以跟这边一样的话，那就说明成功了呀。我真的是后知后觉，我现在看好明显，是不是？本来这半边就比这半边肿，但现在一看更明显，现在一看这半边脸已经比这半边瘦了，妈耶，好明显哦。我觉得我法令纹有很大的改善，看到没？
这块法令纹很明显，这块已经很不明显，而且我感觉这块像填充过一样的，苹果肌非常饱满，你看泪沟也填了很多，这个泪沟就很明显，就这块苹果肌一定要这个样子，看到没，才会跟那边一样，这块就是有点地心引力塌下来的感觉，这块就是提上去的那种感觉，就很饱满。然后呢，我这块的皮肤啊现在比这半边好，哎，你们看一下这半边就皮肤很亮，就我自己在镜子里看很明显，就这一块的肤质没有这一块的好，摸上去也是，虽然说我用的护肤品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这半边脸做了之后啊感觉很有弹性的。嗯，现在是使用它的第二次，应该算。昨天晚上呢，我是用手机录的，我感觉好像手机软件它拍出来有点美颜效果，我感觉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明显哈。但是呢，它用了应该是72小时之后才能恢复。可是我这半边脸本来就比这半边脸会肿一点，所以坚持使用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有效果的。我就不等72小时以后再试了。现在看一下我的脸啊，这样子的状态。然后呢，我觉得用精华液呢它是比较费，所以我觉得更明智的方法是用面膜啊，选一片稍微好一点的面膜，就不要是那种特别平价的面膜啊。我觉得如果用那种紧致类的精华，用它效果应该会更好。今天图图不在，所以我看着电视剧呢，你们不要怕吵，我怕孤单，因为这精华液太多了，滴得我的狗一声。然后不是说它还有个注入功能吗？顺便看一下半边脸敷面膜的效果会不会也不一样。先开到一档，按摩一下那个我们的眼周和抬头纹，你能感觉到很明显的电流，头皮都是麻的，但是一档是那种很好接受的电流。我抬头纹好多呀，希望它能有效果。抬头纹我想多按摩一会儿，因为我的抬头纹太严重了。然后开两档，就这样子提上来，这样一个弧度。哎呦，哦，然后是这条线 ，V 脸的线。然后双下巴这条线，再搞点精华液，涂抹在这里。哎呦，这根下颚线就是很不好看，这里。为什么我的表情那么丑啊？我看别人的表情怎么没那么丑啊？他们是不是就一档呀？你看我俩，他是说三下，但我觉得可以多弄几下，剪裁蛮爽。然后08这半边拍一下，我感觉这半边已经提上去了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好了，面膜撕掉了。我刚拍了一张 iPhone 的照片，我发现我这边脸比昨天上扬的还要明显。昨天的时候啊，这里虽然提升了，半边脸很明显，对吧？但是我这块地方的凹陷比现在要严重。我现在是整一块脸是这样提上去的，就是这里的凹陷处没有了。我以前不是颧骨很高吗？就像这边一样，这边不是是凹进去的吗？但你看这里现在蓬起来了，妈呀！我真的感觉是有用的，而且这半边脸吸收面膜的程度会比这半边脸要好，就是我摸上去啊，这半边脸会更润一点。然后你看这半边脸明显的，你看到吗？上扬，看到没？这半边脸如果要这样子才能跟这半边脸一样，因为这两边本来就有点大小脸，长得不是很一样，但是这个提升的线条是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的，就是这边要这个样子，那轻微的这个样子，你看就跟这边线条一样了，是吧？可是你看现在我这边脸是歪的，整个是上扬的，还有眼睛这里你们也能看得到啊，我天生这只眼睛呢比较高，我每次 P 照片的时候呢会把它稍微拉下来一点点，但是你们看这个弧度，我觉得我的泪沟啊也比这边好很多了，有没有？就感觉饱满了，哎呀，有效果，有效果的。我刚刚自己摸了一下这个脸，就是感觉这边好小啊，有这里是手心是这边就是手心是满的，对吧？我这边是这里有点腾空的。我之前在美容院的时候啊，就去做那个热拉提的时候啊，还是热提拉忘了，老是记错这个名字。我当时就有用到一款就是让我面部抽筋的一个仪器，因为它会换好几个仪器嘛，其中一个就是能让我面部抽筋的那个，做完我脸就是提拉的一个状态。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但这个我觉得很省钱，因为那个项目做下来还挺贵的，要上万的那种。这个我可以在家天天做，好棒哦！你们以后就看到我一张非常提升的脸，老不起来的那种。我今天起得很早，然后当了一回铲屎官，图图不在嘛，对吧？这半边脸我自己摸上去觉得没有下垂，还是在提拉状态，已经24个小时了。我昨天晚上没有用，你们看一下效果。来把头发发下来，看这效果比较明显，还是一个提升的状态。你看这边是垂下来的，看吧，鼓鼓的，然后这边凹陷处比较明显，这边的话就是整个一个提升的状态非常好，24小时喽，都没有掉哦，厉害，有用有用，推荐推荐。那个啥，我忍不了了，我想两边脸都用了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两边脸都用了，反正我已经拍了3天的了，是吧？先开一档弄一下额头，我觉得我额头可以用二档，用二档用额头有点痛，但是可以接受，很紧的感觉。反应好大，哎，我这肩膀的反应这么大呀，这边还继续努力，但是我觉得已经上升了，只不过跟这个还差一点距离，要这样子才行。我刚涂完面霜看了一下，好像真的提上去了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现在姿势很像拍证件照，你们感觉到很明显提升啊？哎呀，我的乖乖啊，这边提本来这边就比这边垂，然后现在这一提上去之后啊，这边被垂了，哎呀，喜欢。今天是我用的第4次。今天我拍摄的时候，我想早上再用一次，昨天晚上没用，就是为了今天早上效果明显点。可惜吧，我就觉得
今天一早醒过来，我就用 iPhone 前置拍了张照片，我怎么感觉我的脸小了好多呀，就是整个就眯上去了。我以前这样摸自己的脸的时候啊，基本上我这一块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我这边有个凹陷，对吧？然后所以之前我填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最后把它融掉了。现在呢是自己的肉换了个位置就提到这边去了，所以看上去就不会很胖，但线条感比较柔和。今天我准备用三档，因为我看到一个博主用三档效果好明显哦。不过这玩意儿啊，如果说是你耐受能力不怎么好的，就是很怕很怕痛的人，就不要去尝试了。昨天我朋友疼得快哭了可是图图开三档也没啥感觉，我开两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呀。你们可以从一档开始先适应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很能坚持，可能因为它比较小就很轻，然后呢又有及时的效果你能看得到，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坚持。一的话电流太小了，感觉自己现在也是老司机了，然后额头都要用两档。我看他们给我的说明啊，让我一个部位就是用三次嘛，但我看别的博主好像一个部位用三分钟效果会比较好耶，所以我等一下准备一个部位用三分钟，就让你们看一下我的脸，头发发小会比较明显，等一下看着看不出区别。好，一个部位三分钟到了，眼睛我还是只敢用一档，毕竟太敏感，真的就是无力电流。好的，开三档试试看哈，能不能耐受得了？好吓人啊！哇，好劲爆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忍受，不疼哎，但就是你会感觉更酸了，然后嘴撅得更有力道了。这好像智障，半边脸飞上去了，你们看得清楚吗？妈耶！是的，我近视眼我都能看到。哇，三档好牛，我感觉整个脸都歪了。我去，太牛逼了！你到后期你就用三档吧，三档太牛了，怪不得我看人家效果那么明显。好的，面膜也吸收的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效果？我自己看清啊，到时候我在电脑里看吧。小了吗？小了吗？小了吗？没小就白电了。这是品牌送给你们的礼物，我都没这么好待遇。跟你讲，给你们看，这里面是 FacePalm 加一个香水，我都没有香水，这味道还挺好闻的。你们香水它长这个样子的，你看是粉粉的，然后这个底下呢就是说明书啊、充电线啊、然后套子这些东西，就你们用得到的。好漂亮，一共三套，抽奖送给你们的。这三台仪器呢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水分雾化器，就是里面放喷雾的嘛，就每次上班的时候你们可以用的那一种。然后我拆了一个，你们别怪我啊，因为我要看一下里面啥东西。这个就是雾化器里面灌水，然后这里就可以喷的，是这样子，很轻巧的一个，一共三个抽奖送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刮黑头的毛孔清洁器，送的是白色的，好好看，这样子的。然后底下也是送的，底下还有这种套头什么的，我也好想要呀。全部抽奖送给你们，这款一共有两款，这款我没有拆，收到这个拆过的别怪我啊，我只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的。一共八份礼物抽给八个人，然后如果你们想体验看看东西好不好用的话，上海 K11 里面有专门的直营店，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。好了，转发评论抽奖就可以了，拜拜。